心中的辛酸苦辣只能一个人去默默地品尝，记忆中的故乡却早已经改变了模样，想起远方的爹娘更是满眼盈满泪光，随手写下的记录把它深深地刻在心上，性格的倔强带我走不出这世俗情伤，残酷的现实里让我尝尽痛苦与悲伤，人世间的冷漠使自己变得更加沧桑，善变的人啊，你让我一次次的失望，这无奈的生活不知何时才能摆脱现状，真实的自我做不到虚伪的坦荡，想要努力看清这世间的善恶，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清楚的观望。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